あみくん、今日お誕生日なんですよね。あ、覚えてくれたの。うん、しっかり覚えてるんですよ。これよかったら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れ？あの袋全然関係なくて、あの自分で編んだんです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すごい。ちょっと今使ってみて。あ、かわい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送礼NGG。对，送礼丑八怪。我觉得这个词真的好妙。他们真的很喜欢用不是的。对，有大概七个大的这个前提，就是如果你要送日本礼物，不要踩到这些雷。第一个就是自分の趣味を見つけてくるもの，就比如说剧的票啊，然后自己读觉得很不错的书啊。哦，书真的是最好是不要送，有点困扰就订阅。对，是我要跟你报告读后感吗？对，以前还会有人送 CD 啊，就是我在查的时候就觉得哇，这些人都好怒哦，就是这日本是真的很生气。就比如说像舞台剧的票，我一开始都觉得还好，舞台剧很花时间，但是后来对他们就说。你凭什么还卡定？你决定说我要在那个时间就是看这个东西？对，没错。我的头顶上司是特爱舞台剧的，每次他跟我约吃饭，他都会先约我看戏。哇塞，这真的有点困扰。对，可是还好啦，因为是免费，舞台剧票其实蛮贵的。对啊，很贵、啊。第二个我觉得是超级大雷，第二个就是大雷，真的是超级大雷，就是手做的，亲手做的。举凡饼干啊、蛋糕啊、围巾，对啊，围巾啊，还有很多歌曲，自己做的歌曲，还有写信啊，就是那种长篇大论、哦。对，卡片基本上不写，对，在这种时候，朋友都不会写，情人之间刚开始，对，但也不会写到很长，对对，就是几句话，对，而且会可爱一点，就比如说画个小画什么，哦，对。以前不是有时候小时候还会有人是卡片也是自制的吗？哦，那个真的是在日本不行哎，我觉得他们真的会吓死。对啊，想说我做对你做了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爱我？奇怪了。对，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太沉重的礼物。对，欧莫伊，对，欧莫伊在日本人的眼中就是非常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件事情，他们没有办法直面很炽烈的感情，他们都觉得就不要有感情。对，佐伯的话，他有时候也会给一些小就是手写的东西，可是他都是真的就是一行字两行字，然后很可爱。然后你就很吃这一套，对，我就很吃这一套，可能都没有手写过，他一直很现金都直接拿，他就是很节省能源的他。巨大的或是太多的，就比如一百朵玫瑰啊，对，然后那种很大的装饰品，其实送花的时机很少啊，就真的是那种退休人士，然后退休人士的话，他也不会买太大，都是小小的，对，一定要对，然后一定要给你袋子，他还会说啊不好意思，这样很难拿什么的，要先道歉，要道个歉，他们很多花都是那种。附带花篮哦，对，就是你可以直接放，就直接放着，然后那个哭了就丢掉。但是我说大束花的那种，就是是仰慕者之对，吓死那种真的是会吓死，真的是吓死，吓到对啊，啊你怎么带回家的？就他有袋子，然后我带回家非常的困扰，那时候就因为擦没地方擦啊。对啊，我就很大束的花很难擦。我那时候很多的朋友抱怨，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说给我好了，因为他最近在做干燥花。哦，这样很棒。对，所以我就直接隔天就立马送到他家。很棒。比如说像手机吊饰啊，你没有用的时候，如果你们又很常见面，什么职场之类的，你没有用就会被发现，对啊，所以就会变得很困扰。然后收到人就会觉得，为什么我要收到礼物还要在那边担心？觉得很 对，造成我的烦恼，就很生气。对，比如说你去京都旅行好了，会有很多吊饰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买吊饰回来给人家真的会很尴尬。对，那个真的很困扰。然后反正基本上，其实他们就是有一个大前提。就是体验摸摸，一般日本人在送这种礼物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希望可以送会消失的东西，所以都是吃的或喝的，吃的就好。
吃的，如果你还送那种很大盒，就真的是害怕。对，害怕。对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不要让日本人害怕，因为日本人真的很容易害怕，也很容易担忧。他只要一害怕，他就远离你。对啊，就不回你讯息。对。比如说你拿一个名牌的袋子，然后里面放别的东西，不然就是比如说你拿了一个袋子，然后那个看起来像是一个衣服好了，但里面装一个吃的，就是像这种他们也是有点没有办法接受。对，因为我们明明在买礼物的时候，那个店员都会特别跟你说我要不要再给你个袋子。对，所以需要注意一下。然后他，我觉得他的严重程度没有前面多，顶多只让人觉得就求一不失，就说啊。啊，讲吧，但是没有到讨厌吧？对，你三季不熟，我没送花，没有耳洞，然后送那种真实的花。我看到一个例子，那个人气到不行，因为他好像就是不敢吃 tomato， 然后那个人送了他一罐意大利带回来的水煮 tomato 的那个罐。就是我是觉得不熟的人就不要送礼了啦。对呀、啊，对，真的不要乱送。想要吓阿米的话，就送他鞋子。那都不要，我可能就跟大家绝交。还有不知所措的，但我觉得这个。其实还好，因为月亮的权状书，对，但月亮权状书我没有送过上司，但那个就是因为是广告公司哦、就是他可以把它拿来跟大家讲说，对、欸、我有一个月亮一块地，反正这些东西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第一个，他可以立马转送给别人东西的话就不会错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像刚才你说那个吊饰好了，我也送不了给别人啊，你手做一块蛋糕我也送不了别人啊，就是一个原则可以转送给别人的东西。对，男女之间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很爱他。对，然后没有在交往送我收录一的东西也很怪。还有你里面写的我也是特别不爱，就是你一个人。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偶都长得很丑。那你男朋友送过玩偶吗？小时候的，小时候应该有哎、欸，但是我也忘了。我总是觉得好像我听你说过，好像有哎、欸。然后那个玩偶好像特不爱。对，因为那你这玩偶很容易送错。玩偶真的不能送。那个，因为你爸了解你，所以他知道。因为玩偶又很容易看起来很廉价，然后又很容易看起来不可爱。对。那个啦，戒指，戒指真的不能断。戒指男女都不喜欢。对啊。我前夫也有跟我一起去买，他一交往就立马带我去买了对戒。好可怕、啊、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我跟他真的是人生憋悲剧。我好像也有被带去买过，你看嘛都有了，然后我就说不用。像那种真的就是稳定交往，稳交我觉得稳交可以啊，稳交可以，没有交往、就是、没有交往送上就不行啊。还有告白啊，我有被告白，用 Tiffany 想要告白。你好容易收到 Tiffany、欸、但是要不要送我 Tiffany？ 、哦、对啊，我之前男友送过珍珠耳环，我觉得很聪明，因为珍珠耳环珍珠很好，而且珍珠保值。对，然后哪一任啊，你这个忘了哪一个？宫外大的那一个，就水瓶座的、那個、哦，还真的聪明的。对啊，而且还蛮米奇摩多。哇，好棒哦！上司给你现金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你知道，很像是收贿赂。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给大家星巴克的卡。好，首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做他那份，我们大妈分了，所以他就有点愧疚，跟怕被讨厌才送你。而且哦，最夸张的是，我们就发现他给社员是1000还2000，我也忘了，反正很少。对，他给助理的每个人是里面5000块，5000块，很可怕。这就是一个很赞的例子，他们就吓死，你知道吗？一定会吓死。他平常对他们特凶啊，然后造成他们非常非常多麻烦啊，不然给你一个星巴克5000块，是不是吓死？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怕，是我的前夫可怕。因为呢，我前夫在我们交往的时候，他就有要求我要送他手制的，然后就织一条给他，然后他还说他想要也是可以的相簿，所以呢，我那时候还去买一本相本，然后买贴纸，然后把自己的照片，回老家的时候收集一叠自己的照片，这是那个残骸，因为我把那本丢了，但是我想说，我总就把我自己的相片给丢了，对啊，相片，所以这些就是相片的残骸。我现在男友就不会这样啊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结婚之后他又要求过一次，然后好像又编了一次，然后最可怕的是他还有在用吗？他有用哎、欸。我们快离婚的前一年，我要去研修，然后不能跟他过节，所以我就说那你要什么生日礼物，然后他就说小孩。是不是超级可怕的？后来就我那年我没送他嘛，因为我后来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要
我要离婚。谁送你奇怪的围巾啊？我其实忘了。哎呦，你很烦欸，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不记得？只有水瓶男与那个 Excel 留下深刻的轨迹。我完全想不起来 Excel 我收过什么样的。你只记得你收过 Excel。大重点就是要怎么选好礼物。好礼物呢，有很重要的两个要素，就是交情。我觉得这真的讲得太有道理。